开心骑着脚踏车，从日光寺出发前进，准备来一场全程超过1000公里的环岛之旅。日前，日光寺举办自行车环岛开营典礼，前方透过脚踏车依循星云大师的弘法足迹。你们今天能够在星云大师的庇佑下，走到每一个点都有佛光人在欢迎你们，走到每一间寺庙都有当地的法师住持在欢迎你们。那今年的佛光童军向前行，特别定了一个主题，就缅怀大师。我们到各个道场去巡礼，看看大师在台湾的各个地方所辟建的一个道场，让这些孩子能够了解到大师为这片土地所努力、所贡献的一些成果。众人宣读星云大师祈愿文，今年来自各道场童军、三位教练和服务人员，一共20人左右，进行为期13天的环岛之旅，也让童军成员相当兴奋。因为自己喜欢骑脚踏车，然后为了追随星云大师的脚步，弘扬佛法。有因缘机会下，我接触到了这个环岛的活动，然后就也对自行车有兴趣，所以就报名了。一步一脚印，透过踩踏单车，不仅要了解星云大师的弘法历程，更要让佛光普照大地。人新闻台东综合报道。